谁是真正的 MVP? Who's coming? 好，那我们在这里颁发这个 MVP。 你看他的表现实至名归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投了八局，就被打了四支安打，仅仅失掉一分，对，就那一支全垒打，其他都受到他压制啊。这个时候老夫来颁奖，啊，有一点尴尬，是不是？应该要抱一下。对，现在应该其他的 Uni Girl 全部退开。没有，他全部集合。对，应该要再安排一下，就让艾露跟这个胡志伟两个人就好。胡志伟的表现真的非常优秀，待会我们就马上。不过也是有让这个艾露担任赛后递花圈的这个角色，也不错。刚才看到老婆来帮你献上花圈，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I know you want to ask him the question. 很开心，很特别啦。那就是我做好我的工作，他做好他的工作，然后一起在场上奋斗，这样就好。好，结果这个出棒之后，形成了内野的双杀。双杀，因为这是一个平飞球被接到之后呢，传回三垒，成为了再见双杀。林宏宇今天的运气真的不太好，两个强劲的飞球呢都遭到了接杀。那在这个戏剧性的双杀之后呢，非常恭喜统一狮队最终以5-4一分之差击败了乐天桃园。一样的桃园啊，在今年唯一的两败都是败给了统一狮。那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再回到赛后讲评。历练的那个应用还是非常重要的。聊两块，哇哟，这一棒打出去 ，Oh my God，Home run！ 胡金龙回到一军的第一支安打 ，Oh my God， 就是一支阳春蛋。观众朋友啊，这一发全垒打，胡金龙等了600多天了，双方回到8-8的平手，曹总不能下班了。哇，继续再看，神签约啊！胡金龙在这个时候用他手中的球棒告诉大家，我回来了。那他会不会跳舞呢？哎，应该要跳，这不是规定的吗？哇，太不可思议了！你等于现在免费把超前分送上去了。来看一次这个，打出去就知道了啦。没个孔啊，只是看他会在哪里落地而已。对，打得够远。哇，这个甩棒也是浑然天成啊！这样子甩就不会被驱逐出场了。哇，再看一次。这一棒呢，刘宇辰应该会觉得，赶快去把那个猪公剖开，拿零用钱请金牛神拜吃东西。岳少华要来跟哥哥岳东华展开真兄弟戏强，这是他们兄弟档在中华职棒第一次在义军的例行赛投打对决。对哥哥第一球不啰嗦147，哥哥也笑了。哎呀，投我都投这么准的吗？亲兄弟明算账。哦，连续两球都是速球，而且都是走中间。146。现在是岳少华球速取得了领先。下一棒是岳振华。哦，这两个打席啊，都看岳家人的表现。两好一坏，变化球，擦棒被捕。这个时候，岳少华把哥哥岳东华给三振掉。这次亲兄弟明算账，是由弟弟岳少华占了上风。不过这个半局，兄弟再攻下两分。一样，还是满球数。再球打接出去，在左半边的飞球转手跑到了警戒区，滑接
詹子贤也是一个美籍的 nice catch。哇，这个接杀太重要了，太重要，这一来一往真的差太多了。嗯，高国辉也是向可敬的对手啊，詹子贤致意一下，接得好。这个若是没有接到，得分的几率是很高的，因为他比较有点打在比较接近边线的地方。嗯，中外一手要过来协防，确实也很困难。哇，这个球没话讲，真的是接得漂亮啊。嗯，哇，还不忘赶快躺在地上把球回传，英雄是英雄，